但是在去年底，今年初，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，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，这个呢，使得中美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，对双方的合作带来了困难，这不符合双方的利益，责任呢不在中方。 当务之急是美方认真对待中方的立场，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，妥善地处理有关的敏感问题，从中方一道努力，来推动中美关系恢复稳定发展。 目前，坦率地讲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是我们认为，外交努力未有穷尽，大家知道，施压制裁并不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根本的出路。 我们相信，只要各方坚持办到无核化这一大的目标，只要各方坚持接触，保持耐心，相向而行，那么重启六方会谈，实现九幺九共同声明所确立的目标是大有希望的。 我们更希望一些人能够抛弃他们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势，特别是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。我既喜欢油画，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，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， 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，那恐怕就要出错。记者会到此结束，祝大家在大会期间的采访顺利成功。